拆了，全部都拆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斗啊。一直有朋友问小斗，就是视频里边的那个家跟之前的家怎么不太一样了？是不是买房子了？哎，租的，因为我们老家这边吧，要拆迁了，搞规划嘛，之后，水已经没有了，清水了，所以说只能租房子了。我家现在还没有拆，还没轮到我家。那个怎么说呢，在这个地方住了30多年了，这个有点不舍。这是我爸在这里种的菜，自己在这巷口吧弄的菜园子。这是辣椒，刚还有丝瓜、黄瓜都已经吃完了。这个辣椒可辣了，辣死了都。这两天一直下雨，今天就不用浇水了，等一下晚上去海边去抓海鲜去。这都是些什么东西？哎呦，刚才是不是从水底下跑去一个东西？鱼啊，在这里。有鱼啊。龙须菜啊。龙须菜你们好好找啊。这个东西可好了，简简单单的一个小螃蟹，这个有点小啊。这地方还有个，这个大啊，要这一个。这附近啊要有好东西，朋友们看看，看到海螺花了，怎么样，可以吧？海螺花呀，肯定有海螺啊，这个地方找找啊。给大家分享一下抓海螺的小秘诀哈，就是有这个海螺花的地方，它肯定有这海螺，100%有。怎么样？我就说吧，你看，海螺卧的啥？有海螺花的地方，它毕竟有海螺啊，朋友们啊，你们不是现在赶海赶不到东西吗？你得仔细看，仔细观察这个东西，看看这地方有没有。这地方没有。见到这种石头，咱必须得翻一翻，找一找，就跟薅羊毛似的。拿来了，怎么样？哎呦，哎呦，怎么样？啊，海螺。有时候吧，这海螺吧就这样，就躺在这底下，吸在这底下。一个鼓包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看看，鸡屎螺。嘿嘿，像不像鸡屎？好吃啊！螃蟹，还是个锅儿，还真的是个锅儿。怎么有句？坏了，骄傲了。这倒好，怎么骄傲了？你给我过来，带着。尴尬了，明天我告急了，我得把这夹子换了。这个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他自己做的，这我不知道咋回事。省得朋友们又好说了，你这一看就是放的。又来了，海螺花，摸摸吧，摸一摸。那怎么样？辛苦了，宝宝辛苦了。只要有这海螺花的地方，它毕竟有海螺。坏了坏了，看不见了，看不见了，看不见了。这个大哟，这个花根真大。我看看，哎呦，肥的都发黄了都。这花根可以，双口齐下。你倒是给我出来个东西啊！都这样了，啥也没有啊，浪费感情。我还就是不信了啊，我心都不能没有嘛。哎呦哎呦，还能比铁还硬啊，这钳子。坏了坏了坏了，
拔不出来了。这货躺赢了，你赢了。上吧上吧，你看我们赶海有多么不容易。你看，要不然我不带你们来赶海啊。